来吧，你活动来吧，点还是？我就在这边撕吧。对呀，活动点。你在这边撕就行。大家看啊，大家看啊，你们是不是认为它这个上下是这种的呢？我往中间来点。你看这，你看我腿是这样，我腿是这种上下走的吧，对吧？我腿是像你们所谓的，你们看的表面是上下走的吧？其实我不是这么发力。啊，我整个的重心转换它也不是在上下这么走的。啊，我的重心转换啊，我跟大家讲，重心转换，首先反手它跟正手就是有区别的。你正手可以右到左，这个毋庸置疑，从主腿到副腿。谁的重心转换，他只要会拉球的重心转换一定是主腿到副腿，这是肯定没错的。但反手不是，明白吧？反手不是，反手是什么？反手是什么？就是我们反手，首先我给大家讲一个最基础，我们的反手撕啊，它靠的不是说这个力量，它这个是腿下面其实是一个辅助以及支撑的力量啊。反手撕主要是靠我们整个啊，整个往回收的这一下的力量啊，把球收到你的肚子里来，然后你的整个会做一个收腹的这个动作，就是这个力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把这个力像，把这个力气聚在这一块往回收，然后但是这个时候你的球一定要把跟着球也要收回来，你利用它往你怀里跳的这一下，最好是收到怀里去，利用你收和顶的这个力量去撕这个球。然后你看我的腿自然是不是自然就形成了有一种什么上下的这种感觉？是的，它是自然形成的，它也是作为一个辅助身体这一下的这个力量的一种支撑点。因为什么？因为我毕竟我们脚踩着地呢，对不对？你让我双脚腾空的话，我再去回收我也使不上假劲儿。但是这一下的话，我你看我把这力量传递到上面来了，然后我这个整个腹部，你看我之前收的腿一蹬以后，我让我这个腹部往出顶的这个力量借上我蹬腿的这个力量，然后让这个整个这一块的力量出去，相当于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肚脐眼偏左一点点。对，你不能太多，太多也不行，太多就变成左右了，明白吧？肚脐眼稍微偏左一点点啊，然后去利用什么，利用它蹬的这一下把你收回来，你往回收的这一下你可以稍微的往这面，哎，有点角度是可以的，就稍微往里转一点点，收的时候往里来一点，这种跟球是比较能好的。什么？就是在对方不给你力量的时候，你这样的话，你有角度的情况下，你还是能主动发生力的。如果说你纯是往肚里收、往出顶的话，那么如果说对方不给你力的时候，你是使不上劲儿，能明白吧？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什么姿态，就是我们的整个这个拉手，就是对方给我劲儿，我能借力发力；对方不给我劲儿，我还能主动发力。所以说，你就要偏在往里收腹、往里收这一下的时候，要偏左边往里收。也就是往这个位置稍微有一点小让小转，变这种的往里收一点点就够，一点点，因为上旋球它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让你去做整个转腰拉手，它没有那个时间，它没有那个时间。如果你做了以后，那球一快你就来不及了，球一快你就来不及了，明白吧？但是大家看啊，你说反手的重心转换它是怎么一种转换的方式呢？你看我撕的时候是什么一种转换方式？你看我是从奶腿到奶腿，嗯。你们觉得是奶腿到奶腿，对吧？它不像正手这么明显啊，这么一拉一转腰，一拉一转腰，就是谁都肯定看不会打球的看都知道是从右腿到左腿。对，对，它其实表面上反手上撕上拳，它就像没有重心转换一样，但是你的脚下捏了这种感觉它是有的。嗯，它并不是说右左，也不是说左右，就是它。你看啊，我撕的时候，我主要是要求什么？我把球一定要收到身体里，因为我这样离身体越近，我身体顶着这一下，我才能这一下我才能顶到球上。在我板触球的时候，我身体在持续顶着这个球，这种感觉就是一个什么身体击球的感觉。但如果说你看我同样收回来了，那我在这儿击球，那我顶着这一下我并没有碰到球，最后我还是手碰到球。也就是说，大家有很多人往里让了这一下的时候，球没有让进来。光手进来了，也就是球离手远，大家很多都是看了那些专业的拉手都是提前把手掏这儿了，然后去对这个球，你会发现它还是用不上身体，而且你手也用不上劲儿。是的，尤其撕上拳啊拉上拳这种球就会出现撕感觉合不上力，然后呢找不着球，找不到球在哪儿，你感觉一撕上拳拉上拳的时候感觉我球乱蹦，这儿一个那儿一个那儿一个，就是你发力就没数，不发力还使不上劲儿，就很难受。
难以摆脱的这种感觉，是不是这种感觉？大家有没有自己练过拉上旋这种球，或者是稍微那种快那种慢撕的球，就是最终对不着，就是因为啥？就是因为你没有让到身体里，你所有球如果说你就，比如说啊，我这个肚脐偏左面一个球的这个位置，我就拿这个位置去找这个球，我所有球我既让它对着这个球，球在这儿，那我拿它对着。球在这儿，那他对着他，我一直是拿他去撕这个球，去找这个球，然后我把球是什么？我把这一下要把这一下往回收的这一下，大家看，把这球啊跟着球的这个节奏要让到里面来，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再靠上你的肚子顶了一下，以及你手指手腕续上的这个力，哎，身体一顶，手腕一抓，身体一顶，手腕一抓，这个就是身体力带着前臂手腕的力量顶出去的，你就会觉得你撕得非常实，很有力量感觉，就是对。不是使劲儿。这跟使劲儿没关系，你这点做不到，你使劲儿它也是用不上的。咱们直播间成年男性有多少，对吧？哪个胳膊没劲儿？是的，对不包括对？成年女性也是可以对的。呀、啊，对，哪个胳膊没劲儿，都挺有劲儿的，但是就是使不上。所以说就是技巧的问题，对，技巧的问题，就是因为你们总是离球特别远，你不敢让它啊跳到啥，跳到你的身体里来，你不敢用身体这个位置去离它近一点。然后我在身体里去把这个球，最好是在身体里，就身体在触球的时候，我手在触球的时候，我身体还能，看我一触到球以后，我身体还能再继续往前做一个什么，往出顶的这个，哎，引球前顶，转也好啊，对。顶也好，顶的这一下，就是你的身体就用上了，而且同时你身体用上的时候，你手是一个什么状态？你手是一个，哎，我一直存着这个力量，我手什么事没干的时候，那你感觉肯定好。对吧？他一直在等待这个时机，身体一顶，哎，手上这个时候，同时你手腕抓球啊、转板啊，以及前臂的，哎，往外一打，他整个球就出去了。就是你只让手干这一件事儿，手就特别舒服，手就也会特别放松。你要是让找球，这什么都拿他去，那他就会承受太多了，就导致你劲儿也使不上，节奏你也对不上，是的，你知道吧？就完全就是找不着球，对不着点儿。漏，对，对不对？就是实在是练急眼了，发死力就没数。你看就是这样。所以说，大家，我记住大家，你想征服一项技术，一定不是靠发力才把它征服的，就是我能稳稳当当的60%左右的这个力量，50-60%，我能把力量发出来，我能含得住，然后我能拉得很稳。你给我任何球，我都能去解决这个节奏、那个节奏、这个点、那个点，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掌握。而不是说你发力练一上午，他抽上几个，你觉得你就有这个能力，那是不可能的。对，到了比赛抽不上俩，一个都不敢抽了。然后轻的又没练过，中性的更没练过，对吧？可能就剩碰了。对，碰球的话能有感觉吗？肯定没感觉，对不对？所以说大家看啊，我在这边拉一个，我在这边拉一个，我给你发还是？不，你给我防就行了。大家看啊，啊。就是大家普遍的都是什么？就是想使劲儿。你看这劲儿吧，它跟球是合不上的。看。你看我使了很大劲儿，它是合不上的，因为啥？太远了，你用不上身体的力量，你用不上身体的力量，你手的这一下力量就全浪费掉了，完全是在什么？去发使着劲儿去够这个球，你不敢让它让到身体。但你看我要把它让到身体里头，我让进来，让进来，让它往我肚子里跳，我拿肚子去找这个球，你看，你看，我告诉大家，其实这种中性拉对于一个是，就是说你的反手的能力是一个最好的体现。你能把这个力摩擦都能含得住，而且你能拉得稳定，这叫手上有数，而不是这种训练啊。就是你去会加力去抽，但可能这球抽了一板，这球没抽上，下球抽了两板，你也不知道能不能上。这种就是完全是属于什么，手上是根本就控制不住的，你也是比赛中也是不可能用得出来的。对，但凡你想赢，你是肯定拉不上的，明白吧？但凡比分纠缠在一块儿，你这个你就别想抽了，抽的都可能抽到对方脸上，这是真对，这就是你们经常说的赛练脱节。对，所以说大家老去拿力量、拿质量去解决一项技术，你们觉得能解决吗？解决不了的。因为曾经我也是犯这种错误，我老是在拿力量的发力的感觉去找感觉，去找这项技术能不能成。但是呢，这么搁国
就是他最后还是要你去把原理和技巧有很多点你弄明白了，你最终慢慢慢慢你的量到了，你才积累到了就是你想要的那种感觉。你看我原来这种球反而上旋拉就这种质量对于我来说就是奢侈，我在国家队的时候拉不住，拉不住，对对，拉不住，拉不住，你特别虚，你都不敢碰球，要不就是轻轻蹭，轻蹭，用这一下的短暂的制动去蹭这个球，这球拉的是没有什么，全是薄的，全是薄的，对吧？要不一发力，这球就不一定抽哪儿去，就只能抽那边去了，对，没数了。但是你看现在，你虽然我现在天天不练，但是你让我拉，就你让我拉的话，我只要盯得住去拉的话，我基本上20板应该是没问题，一点问题没有，对吧？这就是啥、啊？这就是你掌握了这个技术，它，哎，你的身体啊，整个的怎么去运行？哎，它该注意哪些点？它的节奏感，对不对？我该在哪儿用哪儿去击球？我的手上此时此刻该干嘛？对，就是你把这些弄明白了，要比你天天发力要真的是进步快多了。是的，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就拿出时间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反手它整个的一个原理以及它的重心转换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啊，那可能我说的不是说一定是绝对的正确啊，这个因人而异，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反正我觉得我是这么练是练会的，因为我跟大家讲就是天生反手会的他不一定能给你说出来个啥来，对，因为有的人天赋好他直接就省略了很多，就可能他一碰球他从小打基础的时候就这么拉的，你要问他咋拉的他也不知道，他可能说那就是前臂手腕弯个腰嘛，就他可能认为，但是我是从这种真正反手不太好，然后一点一点练，一点练出来的。对，就包括到现在，你说让我就是，你说让我练成那种反手特强那种的，可能我达不到，对吧？可能我注意力也都在正手位。是的。但是你让我去征服每一项技术，我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对吧？你不管是拉上拳、拉下拳，还是说你是快带、快撕、拧这些东西衔接，我都没有问题。是的。因为什么？你把这些东西都研究透了，什么技术？这项技术该什么点，那项技术该什么点，这项技术该是一种身体什么样的状态，一种什么样的重心，就是你把这些东西你只要研究透了，其实你是都可以，你们也可以的，因为反手其实原理是通的，你说我练会上拳的时候我下拳不就一样也会拉了，就是你找到这个身体运用的感觉了，对吧？身体运用的感觉其实你上拳下拳它无非就是一个对面有旋转和没旋转，是的，就是反手，我跟大家讲反手是一通百通的东西，就是你真正你明白这一点的原理了，你今天通了，你可能拉上拳拉下拳全通了，以及你反手撕也通了，跟正手原理有一样的但是不完全一样，你不要拿正手原理去练反手啊，它里面是有区别的，对对，有区别的。